文字，如果没有钢琴，人生会是什么样子？回忆的温度，李星钢琴独奏会，无限量以艺术共融，联合主办香港艺术节、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。室内，李星弹琴背影，阳光穿过树叶，李星在树林间微笑慢跑。文字，以贝多芬舒曼名曲回首人生不同阶段，藉琴音传递温度。足球在空中缓慢掠过，着地被踩停，几个近镜，钢琴脚踏，弹琴的双手，琴面反射出李星闭目弹琴。贝多芬 C 小调第八号奏鸣曲作品13悲怆，舒曼疑是情景作品15，贝多芬 E 大调第30号奏鸣曲作品109。2024年2月24日，香港大会堂门票现已于城市售票网及 Artme 公开发售。策略支持伙伴香港展能艺术会，设香港手语传译点字长巷及语音长巷，欢迎导盲犬。此节目由香港艺术节委约及制作。